刚睡醒啊，现在是6点多。我们这边连着下了两天的大雨之后，知了多了。今天我们去买点知了，看看多少钱。这是剃了皮儿的哈。这更贵了，不是前两天买的那个馍吗？他们都买了馍馍。我是个北的馍馍买不了的。咱现在北的馍馍现在也买不了了，往里头走。前两天是5毛，现在是6毛多，是吧？6毛5，这现在6毛5。嗯。6毛5。哎。都差不多的价格，是吧？哎。就讲究的不好听，他给了个不要钱的，没空。多少钱呢，爷爷？啊？多少钱啊？5毛5，有多少？最少200。200。是我知道。卖，我也是卖些的。我哪年的能弄上3-4杯也是。1000多杯差不多。多少钱？5毛5。哈哈哈！人家这个大叔，人家喜欢露脸。耶！等他发图片上你看看。是。我捡到你那边哈，按的3毛8。这是那种除了壳的，3毛8。我那个加多大的秤？就按多少钱呀？多少钱呀？啊？多少钱一个的？6毛5。嘿。哎呦，别点了啊！不是你吐了吗？你这是。要200多个，你还不得擦一盘了？我们买资料比较任性啊，直接就买了。205个朋友买6毛3啊，是一共是129块多一点。还有死的。好嘞，收钱。钱走人。配不来，光配内部配件料。哎，又买了100个。哈哈。过去了吗？它这个比较好，朋友们，你看，活性比较大。大这个活性比较大。做这个吧，这个花子。这个比较大。是装上的吧？3毛8。3毛8，50个啊，算了吧。刚好的。买回来了，一共是这个是3毛8，买了这20块钱的。这种没去皮的这种是6毛3，最后给按的，买了300个啊。这个今年价格也就这样，它这个下了2场暴雨之后，价格稍微有点贵了，前几天都不高。你们那边饲料是多少钱啊？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。拜拜了。